次我会做一个实验，在我家里制造龙卷风。首先将水倒入那个钟，要倒满。就是连接器了，跟住就连埋这两个钟。你依家看到啲水在下面，啲空气在上面。你估下，如果我反转咗，啲水会唔会流落去呢？我依家就示范俾你哋睇啦。咦？点解啲水唔会流落去呢？系因为啲空气阻住咗啲水流落去。如果要啲水流入去嘅话，就要谂方法点样可以令到啲水同埋啲空气互相交换，一出一入。我依家就示范俾你哋睇，要打圈住。你睇下系咪好似龙卷风呢？今次我会加啲色素，睇下嗰个效果会点样。科学原理，当旋转摇动胶钟嗰阵时，钟里面嘅水就会被旋转嗰阵时产生嘅离心力，即系 central feel force， 推到钟旁边，让出中间嘅位俾空气入嚟。水就由周边流出去，互相交换，一出一入，形状好似龙卷风一样。但真正的龙卷风不是由水和空气互相交流而产生的。龙卷风的形成其实是很复杂的，但简单来讲，通常是由于冷空气向下穿过热空气层，令暖空气急速上升那阵时形成的。多谢大家。